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隔三差五就会被传整容，这一次更有微信公众号有模有样的分析其脸部体型各部位，暗示整容。不过记者从上海一中院获悉，今天上午一中院对台湾知名女艺人林某某起诉某医疗美容公司侵犯肖像权一案二审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维持一审关于认定某医疗美容机构构成侵权，赔偿林某某经济损失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等共计8万余元的判决。记者从多方证实，该案的女艺人林某某正是经常陷入整容话题的台湾女艺人林志玲。非凡娱乐整理报道。